多，但是现在我就会针对一件事情来到我的身边，我说主啊，我就是这个时间，我就做这样的事情就好了，我不要再去想东想西，我要安静下来，主耶稣，主啊，让我做一个那个轻没有重担没有忧虑的人。感谢主，对哦，生命活水的江河，它是流自天上的宝座，它是满带着神圣的丰富而流着，这个是从神基督流到我，自己也在操练，就像刚刚曾弟兄所说的，它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最棒的一种神与我们一种的生活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就同着我们做很多的事情。那其实，真的快会出一些事情。我自己就是，就去年的有一天，我开车开得比较快，因为我要赶着上班，我要值交通导护。那我开在那个大学路上开得比较快一点，我想从绿灯就一直绿灯下去，那没想到有一辆计程车，它就是从荣誉路这样闯红灯，那其实我就快要撞上它了，那我只有喊主耶稣，然后我没踩刹车，那我就甩尾，那就讲180度，车头就整个都逆向的，那我不是停在那个对向，也不是停在要去的，就停在那个中间安全岛中间。那其实我在上车的时候，我想主啊，我不要撞上他。那我看到那个计程车司机眼睛瞪好大，但是感谢主，我就这样停下来了。好们，感谢主，这个主的拯救是拯救到底，不是只拯救我外面的生命，我里面马上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主啊，赦免我真的太快了，那后来我有点失忆，就是我完全忘记我是在哪个路口发生这种事情，对，就是完全忘记了。后来我努力的想，应该应该就是这里。那感谢主，好了，我们实在是非常需要转向主，我们的人生可以背着主做许多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转向他，当我们背着他的时候，其实是干的，是很苦涩的，但是我们转向他，你就接受那个活水的供应，你里面就得着滋润，你里面不再枯干，好了，那这个真的是太好的一种生活，在买菜的时候也可以经历，不是一定要等到那种生死关头才去经历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经历哦，主耶稣，要去买什么菜，那我在买菜的时候，主在带领这里，或者是那里，你真的会觉得很奇妙，主就在你里面教导你，就摸摸主啊，买这个好不好？我不是这样子哦，我是真的就可以。就是神就活在我里面哦，他真的很奇妙，就可以跟他说话。但是你在回到家里，可能家里的情形有一堆乱堆的时候，说主啊，主耶稣，你回来主的时候，那个活水一来啊，你出来的不是恶言，你出来的是神就给你里面有话，我未见雅各家有这孽。真的，我真的是经历这个。我没有看到你的小孩有什么罪孽哦，那是你说的哦。他说主啊，谢谢主，阿们，不是我看，是主看，不是我说，是主说，主说的才算，我都说的都是出于我自己，所以我这也是在操练说，当这个你里面的感觉开始变了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说了，你可能想要再骂下去的时候，不要再说了，你就停了，不要再骂了。好的，感谢主。就在你里面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种氛围哦，可以摸摸看。对，刚亮饱和安，它刚亮饱和安失去的时候，气氛改变了，就要浮下来，不要你那边够一里够一里没了，结果那个家都鸡犬不宁。阿门，感谢主。感谢主，阿们，我
喜欢呼求主的名，好像哦，主耶稣就满了加力，就满了那个力量，生命活水的江河，人人都可以白喝。阿们，人人可以白喝。阿们，时时要转向这位神，这位神活在我的里面。我时时就问这个老大，老大你高兴吗？有时候老大不高兴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做，也不就是不多言，也不多说，也不多做事。我常常问主，主你高兴我才要去做，你不高兴我就停止。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就是一般生活最就是很平常的事，就是会问主，主你高兴吗？你这位老大你高兴吗？这位老大都不高兴，我们就不要做，也不要多说。真的说了，有时候我们的口真的会污染人，我们的口乃是要来建造人。主就是这样子的带我们这样子过生活，在我生活里面就满了主的恩典，满了主的怜悯，常常呼求这位主，这位主就活在我的里面。所以那个主怜悯天上的主，天上好丰富的主就传输到我的里面来，然后从我里面的供应给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在这个传输里面将这接受这生命活水的江河。只要在生活中就时常的呼求他，是今年读博士班的陈文如姊妹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是在生活中真的需要借着呼求主你更多的转向主，因为读博士班的生活就是非常的忙碌，有时候真的就是很多事情非常的混乱，但是真的借着呼求哦，主耶稣主在我里面真是满了平安，这生命活水的泉源是有感觉的。对，或是非常害怕的时候，这生命的水流在我里面涌流，使我有平安的感觉。对，每次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喊哦，主耶稣，这活水就会带领我来做每一件的事。虽然事情很多，但是借着呼求主名，主就让我知道我该做什么，该做什么事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。感谢主哈，这是我媳妇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在我还没有得救以前，其实我是个非常的顽固的人哈，什么想法都有，就是在我们的非常非常的天然哈。在我以前的时候，应该是经过十四年之前，我就慢慢的就有信耶稣了这样子。一直接触了神之后，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就会慢慢有一些改变。其实这个改变也不是说一下子，乃是这位基督一直要活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在天天导读神的话，如果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其实就会有变化。所以说在我得救之后，其实我都常常操练我自己啊，能够常常跟主祷告，有任何的环境或者任何的事情，其实我们都要学习说不要太快啊，要跟等主再跟我们说什么。如果说我们的嘴太快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就出事这样子。所以说我希望说，哎，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啊，能够天天能够操练啊，能够活在主的面前，常常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祈求这样子啊，使我们的所谓的召会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在主的光中，让我们的召会就会扩增，这样会慢慢的很多人会进来这样。所以感谢主哈，我都是需要操练啊，我就叫我媳妇多说几句话这样，感谢主。阿门。不过我常体会到哦，人很健忘的时候就可以说感谢主，因为主就会提醒我们。我一直很希望我弟兄可以回来这个教会。阿门。
道在教会里面有多么快乐。所以我们是自己祷告是不够的，所以需要很多很多人的祷告。常常我们就会很愤怒，在当下的行为觉得这个人非常的不好。不过呢，常常还感谢主，哦，主耶稣，我们的愤怒就会降低很多，就不会口出恶言，也不会去计较这个人做了什么，得救之后呢，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常常会觉得，主耶稣，你有听见我的说话吗？不过今天如果没有主救我，我可能就被撒旦拉走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今天成为他的子女，邻里徐家强就会变得更勇敢。所以可以请各位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喊，哦，主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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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喊久了我们就会笑了，就不会想哭了。阿们，感谢主啊！刚刚那是我姊妹，还有那是我媳妇啊！真的非常亏欠主啊，因为属灵是不会遗传的啊。那我儿子是国小五年级，在儿童班长大哦。那真的亏欠主啊，这个没有好好的引导他啊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还是神的儿女啊！对，那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。阿门。然后，那我先讲讲我的那个啊，为什么得救？就是因着我姊妹的关系，然后我才得救。然后，抱歉哦，姊妹，我先哭你一点啊、哦！我姊妹还没有。那个得救之前哦，他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，那非常的自我，可以形容说，那一旦女皇武则天啊，按叫你往东，绝对不可以往西啊，一个礼拜没办法睡觉，然后感谢哦，一个神的福音哦，然后刚刚得着，哎。他得救后，在他生命上有那很大的改变，变成一只温柔的小绵羊，然后很善解人意，然后我走路可以抬头挺胸，不再垂头丧气，这完全是主的恩典哦。因着我姊妹的改变，所以说我就。也是一人不让得救，然后得救之后，那我家的，然后一人得救，全家就蒙恩，就陆陆续续的，的全家得救，他们感谢主的恩典哦，那不再是那个个人的努力了，个人诠释乃在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们感谢主。祝福是从你而来，弟兄们，
远的，对，做也是永远的，让我们所有的眼泪，幸福的源头，谢谢你，哇，谢谢你，是我们祝福的源头，祝福我们堂弟兄。要唱他念一首诗歌。阿门。我们先宣读。